那么后面讲现在说法，这就是时间上啊，论过去现在未来。现在两个基督时间秋菜两个地方，吃完你不懂啊，是菜有两个基督时间哦，另外就是细说出基督时间的义报，为众生所义报，所义可的果报国土，所以不是义报。基督在印度话那西摩提，印度话那西摩提，西摩提拿来翻成中国话呢，有多种翻译，你要翻成基督是其中一种。也有反作恩阳啊啊，也有反作恩乐，连词太子给西方翻译文讲，吸收西方恩乐国啊，恩乐国就是基督世界。也有反作秦太，秦腔的秦，国太民恩个太啊，由头不紧呐，把基督世界反作秦太国土啊，恩乐国、秦太国。安阳国都是指基督世界啊，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啊。一个论佛的国土啊，天台中详细分片有西土的分片，就是上西港土啊，十八庄严土，方片有余土啊，凡圣同极土，一个土地讲起来是沉默，现在穷要厉害。两位所讲的极乐世界呢，就是要凡圣同极土的羌土讲。我的三摩世界啊，属于微土，五处恶世苦恼的所在，为之微土，微的就无形象啦，哦，垃圾堆啦。你看现在的世间啊，一个地面上人间所制造出来的垃圾，垃圾。啊，已经能够把人吞灭掉，非常的严重了。你这个世界是一个啊，污秽的、不清净的世界，而这为什么歪土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，无量就污秽的情况啊，所以后文就有解释啊，唯有中国坛就主了。因此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极乐啊？那么你要完全叫凡圣同极的啊相位论，三佛世界，现在我们带领的国家两个世界，属于凡圣同极土的微土，不相的所在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属于凡圣同极土的羌土，秦相的所在。啊，看他们根本就可以理解这个极乐的秦相的情况，意义有所说明。还有无量寿经观，无量寿经讲的更详细。你看，就是有那个一波正波啊，一波之中就有四种的土啊来分片，现在只用那个凡圣同极土去分片那个相位啊，其他的土地穷要不能细讲，光多了沉默啊不容易接受啊。其土有佛和阿弥陀两句啊，是正波的高主啊，撇丝嘛，发起引人，是假冒你不请求发起出讲话，其极乐世界的国土有一尊佛陀的比说法，其指极乐世界，土极乐世界的国土，其极乐世界的国土中呢，现在正好有一尊佛啦，所以极乐世界方说法，一尊佛的名号，那么个名呢，阿弥陀。呀，尊佛的名号啊，很多阿弥陀啊，阿弥陀。现在啊，你顺中国佛教的传统习惯，读作阿弥陀，唔系读阿弥陀啊。尤其读合法，也就俄斯读阿斯啊，表示出一种轻浮的现象，无尊敬，生虚词，虚浮的虚词。因为我们平常的阿斯呢，用阿呀，都是一种虚词，没意义的虚词。比如讲吧，喊阿公、阿婆、阿爸、阿妹、阿哥、阿嫂，这个阿斯呢，可以叫人，没意义。啊，刚听讲嘛，那个阿弥陀佛的身后的阿斯呢，我是托阿呢，等于没意义，托合法就变成虚词，
无意义，失去了阿弥陀佛的无量数的无数的意义了。阿弥翻成中国话就是无的意思啊，阿弥陀就是无量数无量光。那人在阿呢，失去了个无量数无量光的意义了。所以原始之故，脱客法根本不能脱阿。那么以现代人所提倡的各种的说法，这种阿的现实没必要去评论啊，凭阿的中国佛教吞两千年来的习惯，以相应阿弥陀佛啊，尤其客法定阿弥陀佛，一方面表示出尊敬的意思，一方面就含有梵音的原本无量数无量光的无量的意思，家庭我念阿就失去个无量的意义了。所以因此是个一听要念阿弥陀佛，我的托合法合家人一听念阿弥陀佛，记得配中人非常爱国人，比如说日本人阿弥达只念阿弥达，那是假的事情，那我的没关系，我的念佛好不会持住念佛的名号的事啊，念佛的名号只要第一说的阿弥陀佛，就是指去到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我是念去到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那就可以说的了，不必去理解说那个音啊脏不脏，音脏不脏根本没绝对的关系，因为每个地方的方言啊不可能完全中央，没何况我念到完全中央的音调，那以我的客家人的习惯念成阿弥陀有尊敬的意义，含有尊敬的意义啊，一方面呢也算我们中国佛教的传统习惯，因为阿弥陀翻成无量数无量光的意义啊，才能够配合，所以一听无念阿合法，一听念阿弥陀佛。以前老师间有一种佛正在说法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关于阿弥陀的意义呢，后面经文上有解释，两位不是提做过。因为他是个有解好多两位分别佛有三神，讲神就佛果啊。佛有法神、报神、应法神三神佛，他那个法、报、应三神呢、啊，都有单佛的分别，有单论，有佛论，佛就是两种意义啦，单就是一种意义。如果有单论呢，法神指我的众神所结的真性啊，佛所证的离体。理性的本体啊，就是法神佛，啊，报神用人生的功德，啊，人生的功德智慧，能修行人生果的功德智慧啊，该就是报神，啊，报神就是功德智慧，该就是报神。因法神呢，是相合庄严，比如释迦佛有三十一相八十种号，阿弥陀佛。就管无量寿经讲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有八万四千好，一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，出现在乡土的因法神有按理的相好庄严，这是要谈论啊，要一种道理论，一个要佛论，要两种因义论，法神的佛就是自信倾向法神，理解没有给法神，报神两种因义的佛是次数用报神，他数用报神，次数用报神只有佛自个人能够体证得到感觉得到，其他的众人定觉菩萨也不能够完全明白，他数用报神只有破无明真法神的菩萨就能看得到见得到，所以以前的最高的判断撇告出体，眼告出处以上，都能分破无明分真法神，都能见到佛的他数用报神，所以我们凡夫众人见佛是见到佛的因法神啊，那是讲嘛，你说按那个因法神报神啊，完没按那个境界，忙有多按那个境界，比天人二能叫破无明真法神啊，这样能叫见到佛的他数用报神。也是报神两种啊，自修用报神，他修用报神，法神、因法神两种呢，事神、法神、水类法神。